一会儿就陪我演个戏，演我男朋友啊。不行啊老板，真不行，我紧张。你紧张什么？你在网上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我社恐啊，那我怕我经不住你小闺蜜的考核呀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就正常回答就行啊。哎，宝贝，这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，路上的堵车。没事，谢谁呀？哎，你干嘛呢？啊，这个是我男朋友，快打声招呼。他是你男朋友？哎，怎么你俩认识？嗯，也不算是认识吧，啊，就是那天我帮了他一个小忙。啊，我就扶了他一下，你后来你不都看着了吗？啊，是，不是，想不到你这人跟我闺蜜还有一腿。我什么叫有一腿呀？我就是帮他个小忙，扶了他一下，我是好人啊。吃饭，吃饭。哎，你俩先聊着，我去洗手间啊。啊。你吃那么快干嘛呀？啊、哦，可能有点饿吧。那我又不会跟你抢啊。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吧？这不好吧？我知道微微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，我能帮他。嗯，那行吧。Later。走啊！啊？干嘛呢？啊，走。